谢谢大家晚上好，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我的 EP 的首发音乐会。我希望呢今天我能够好好的唱歌，不要紧张。有点紧张吗？因为 EP 只有四首歌，所以呢我想一开始呢还是慢慢的进入到它的里面去。首先呢就是唱一些我已经出版过的歌。首先我想以一首《伤感的旅行》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的旅程。音响师麻烦那个我的监听稍微再大一点。